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如何使用微信漂流瓶的功能。首先，你需要一台手机，比如我现在手中这台手机，然后打开它，看到这个微信了没有？啊，你看，我都有5条回复了，人活没办法，然后点开它。让我们点这个漂流瓶。你看到下面有一个叫什么？剪一个，对，让我安它一下。哇，漂流瓶哎！能打开瓶子吗？什么声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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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哦，原来是这里的。我们打开它。我擦嘞！这有个瓶子哎，而且上面有字。这马桶我特意洗过的，我操！你看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你懂的。这里本来都是一圈的。QQ 漂流瓶，我擦，这么准，好像有纸条了，我们打开它，不要嘛，开心呢，什么的，我擦。再来一箱，我操！这么爽，那我们走吧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关键是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我们来拿出来。我操！哎，这是。什么？我操！我要报销！操你妈逼呀！我操！哎，等一下，我们打开看一下，可能有什么东西在里面。哎，果然有字。你相信命运吗？我深信不疑，因为你现在。不就正在读着我的信吗？我擦，怎么这是约炮吗？这么文艺，我擦，我突然被感动了，我也要写一封。好吧，就这样写。我相信，我肯定相信。哦，sorry，我叫 Mark。Who are you？好吧，就这样把它放进去。诶，这么讲。怎么办？我的心，你听，噗噗在跳，
太紧张了，第一次给远方的妹子写这种信。说实话，我已经为写这段东西，我都花了3天3夜。好，让我们投下这个漂流瓶。你知道，这里离海，这是离海最近的地方。然后，轻轻的，我走了。啊，好紧张啊！她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妹子呢？让我们打不开她。受不了了，太紧张了。Father Christmas. Okay. Here's the gift. Whoa. Merry Christmas. Well, let's see what's in it.What? 这是我的礼物。哇，太贴心了。你看我刚好需要的东西他就给我什么。还有里面有什么呢？哇，有的看。Dear Menghan, you will get an A in CMPT365. This is my gift. Hope you like it. Wow, great. I like it. That's the best. 这是我20年来收到最好的礼物。